嗨，大家好，我老爬，今天来到夏乐堡钓虾，今钓明虾池。今天有人跟我下战帖，谁嘞？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胖达啦，胖达说每次我都钓赢他，所以他这次一定要想办法钓赢我。那是我教你的，我技术本来就很好了，好不好？可是我钓赢你啊！上一次在那个光华钓44只，这么厉害、啊，还是运气问题，运气好啊。没关系，我这次就会超越。如果你赢了，你要干嘛？赢了你送我一只杆子啊！你已经有杆子，我还要送你。哦，那你是觉得我会输就对了。如果输的话，我就送一只杆子。你要送给谁？送给订阅者啊，不然呢？哦，那我们要比赛啊，看谁赢谁输啊，输人就要送杆子出去。好啊，哼，我才不会输呢。PK 开始，那我们先去开单吧 ，Go。你要什么状况？开单就要丢一只啊？赞啊！这样我怎么赢呢、啊？可恶！哇，一直来，一直来。哪有一直来？哦，要站起来了。在反光。反光哦。看不到。是什么？小虾子，钓完了，好爽！哇，输定了！再看我的，哎呀，我根本接不，我要自己拍。他这么多，是不是？不用算了，是的。换老公的，老公的。哪有可能？哪排定赢我的、啊？两只啊，两只啊！十九是大小眼。大小眼。对啊。他可能昨天哭过。老公二十一。嗯，这么少。你要看，等下看我的就知道我有多少。看嘞。卡险，我输了。哦，吸棚只能洗出一只来啊，没有大干净。16只，哪怕16只。看一下有没有大干净。大干净，这是真的干净。我赢了。我输了。不用算干净。还是要送啊？不然嘛，我赢嘞。赢了还是要送啊，因为话讲了，我们就是要送杆子给观众朋友。可是我赢啊！赢了还是要送啊。哦。我们话讲了就是要做到，是不是？好吧。你要送哪一只杆子？我们要送变变变二代。那只才用过2次而已，很新。要怎么送呢？首先要订阅我们，然后喜欢我们的影片，然后在这支影片下方留言说。老爬很可爱，我想要杆子这10个字，我们就会在12月25号那一天抽出一位幸运的朋友们，把这只杆子当圣诞礼物送出去。好啦，影片就到这里了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不要忘记哦，要记得留言哦，我们会抽奖哦。就这样，拜拜。